县政府推出我们闻香而来客家话是匹向啊，你匹到了向尾来了尾了，推出五条路线，这个香味是峨眉是东方美人的茶香味道，宝山香是木炭烧窑的这个香味，这个树的一个香味非常棒。到了这个新丰，你可以闻到这个啤酒的香味，麦香。琼林可以闻到这个纸寮窝的纸香，手抄的纸，这个是我们最早在琼林的非常有名的一个产业。坚实香的话，我们可以到那楼，这些香味就是用这个桂花啦、迷迭啦哈等等来做出的花草的味道。我们到了关西，还可以闻到咖啡的香味，所以这个是很值得大家来，不只有观光，还有教育的意义。所以欢迎大家赶快上网来登记报名。